头发裹好让你洗，你也。我懒得弄，我不好做事。我一下要穿上衣服了，不就那的？妈，那个袜子你洗的？
双片。拿吧去吧。快去放啊！我这是海冰岛，海冰岛啊。
你给他吃吃吃吃吃，你那个脑袋有毛病了。你真的要把他割拿了是不是？告诉你，老女人。那我跑不过来，哪天你到我过来嘛？这个样本来就不能把他，又是糖又是饼干折了他。发好多钱的，你晓不晓得？你绝对分钱不？怕是老子要喊政府的不给钱。Thank you.
下楼就危险了。刚子，刚子到哪里都扒着给他，不想把钱给他。奶奶。那么全日本男子篮球决赛昨天晚上是在五台山体育馆进行的，结果呢是拥有战神刘玉栋的解放军队实现了夺冠，赢得一场顽强的比赛。林旭没来呀。他先是中投命中，随后又接连先发球完成了一次三分。啊，新玩意儿！结束，解放军队19-15领先。哎，新花样！妈的，哪里有新花样啊？哪里有新花样？他不甘心，他只得。随后，广东队换上了朱芳女士，啊、利用他还有新花样啊！但他却在短短时间内连吃两次犯规。啊！反倒是解放军队的刘玉栋和李楠两位老将在外线连拿。新花样。36-29，解放军队带着7分的优势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比赛，双方内线的拼抢几乎到了近身肉搏的地步，人仰马翻的情形经常可见。第四节找到了刘玉栋的后仰投篮，逼得他们打多小一点。但是战神刘玉栋及时的一个三分重地稳定了军心，他拿下全场最高的27分。最终解放军队以71-60击败广东队，夺得十一回拿入了冠军。确实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啊。真的，我
不是，他是集体的，上幼儿园都在补课。提问，明天还去吗？妈妈，我还去，真的。真的。让您过来参加全运会吗？得到冠军。知道，打上海之前。妈妈，加油！明天一定要赢，真的。我心里就特别受他的鼓舞，因为我们闺女就是说，虽然才两岁半，我觉得她挺懂事儿，一点都不像我和她爸。回去以后，您会给她打电话，会怎么跟她说？我告诉她，妈妈今天拿了冠军，应该有她的一半。真的没想好。谢谢啊。当这些北京女足的姑娘们在这个夜晚充分地享受冠军带来的幸福感的时候，她们未来的道路却不知道如何确定。之前在驻北京的冠军，您能够看到冠军之后的乐趣，那么全运会一定是震撼的。对手的对手，包括还有一些各方面的像天气原因啊什么，这次做我，这都是我无法自己无法把握住。李杏儿一之年的孟川良在雅典奥运会后，在全运会上依然显示了不错的状态。孟川良今后的打算出现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在这里全运会完了以后，我想做一个比较好的运动员，但不会完全放弃，也不会完全不好。就是说，做一个比较轻松的，给自己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去训练。做一个新的调整，然后呢，我想调整完了以后，还会去再次的冲击回来，冲击领军八名。那么在全运会的皮划艇比赛中呢，可以说解放军队是最大的赢家，他们获得了五块金牌，排在首位。而有一个人呢，和这五块金牌都有关系，这就是刘海涛。和划艇项目相比，我国男子皮划艇的世界水平还有着一定的差距，但这并没有影响解放军选手刘海涛。这里是今日新闻。今日新闻，我是主播王欢。首先来了解今日新闻的重点内容。联赛来乡参观访问，中国华会见联赛席。谋求中部崛起，准确城市定位，中部市长常德论剑。正式湖南辉煌十五重点工程助推发展，展望十一五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水平。十月份捷报，男子水球湖南追上银牌，女子三项接力居第三位。时运盘点，数字化成为亮点，影湘军。国际方面，尼日利亚的特级运动员要进外地的飞机讲究。今天关于今天咱巴基斯坦人口已经超过了五万，北约派兵千人支援巴基斯坦。好，早上之后的是详细内容。那个干嘛的呢？干眼睛呢？南山 IGG 婴幼儿园更加丰富的活性免疫球蛋白 IGG， 提高身体免疫力，放一放，放一放，好了。南山 IGG 婴幼儿奶粉，好健康的头发，放一放，一点可以了。舒蕾海雅去屑，萃取深海海藻去屑精华，调理头部皮肤，去除头屑，无屑质感更完美。舒蕾海雅去屑，解放老外之立会水合胶囊，用实力说话。康尔加制药，中部服装崛起的号角，重磅祖贵的行业盛会，2015唐山国际服装博览会，10月20日至27日，省展馆。以流行触角推动时尚，名门之秀武梁春，我的世界我做主，金沙王飞芒，责任心铸就公信力。京市新闻热线4802802，4802888。好，再来看详细内容。10月22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已来到湖南张家界参观访问，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国华会见了连战一席。
您真的服了没大师傅？可真了改。哎呀，您这都中国华夏的中国湖南省队，这改这个200块钱来回的，新北的油开，仅仅全都已经卖完了。师傅的感情。早在清朝时期，湖南省的国官元帅黄埔美波去到台湾任职，从湖南调入台湾的湘军也多达2万人。改革开放以来，两地间的交往更加密切，现在已经有近1500家台商企业在湖南办厂，投资总额达到16亿元。湖南的影视业也是最早和台湾影视业开展合作的。另外，现在每年都有10万多台湾游客来到张家界旅游。希望连战先生这一次来到张家界，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地旅游、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连战说，距离上次访问大陆将近半年时间，上次8天7夜的大陆之行印象非常深刻。遗憾的是，时间有限，看到的地方太少，一直希望能够再有机会多走几个地方看。那湖南，不用讲，就是避免不得一定要来的地方，所以。咱就下来吧，妈，抱上下来没关系吧？抱下来吗？哎呀，练练练练，抱上下来。据说与去年同期相比，经济运行中两头高中间距的马蹄形态没有出现，今年湖南经济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原因是民营工业延续了黑马的角色，527.88亿元的增加值对于规模工业达到65%。食品加工、钢铁、有色、生物医药等行业增速超过30%。我们经济增长能够保持高品质的增长，其中呢，工业发展、工业融合是非常重要。此中一个重要的亮点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空前发展。前三季度，全省新材料领域实现高新技术产值435.3亿元。新材料领域产值增加额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值增加额的70%。此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市州经济全面增长，调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前三季度，大湘西地区 GDP 增速也超过10%。消费方面，前三季度湖南省消费品零售总额168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2%。2015三台经贸交流与合作高峰论坛集结启航。高峰论坛财气正旺，万人瞩目，聚焦万人。10月22号，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行来到湖南张家界参观访问，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国华会见连战一行。周国华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6700万人民欢迎连战及湖南一行的到来。周国华说，湖南人民和台湾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早在清朝时期，湖南就有许多官员从朝廷委托去到台湾任职，从湖南调入台湾的湘军也多达20000人。改革开放以来，两地间的交往更加密切，现在已经有近1500家台商企业在湖南办厂，投资总额达到16亿元。湖南的影视业也是最早的台湾影视业开展。另外，现在每年都有10万多台湾游客来到张家界旅游，希望连战先生这一次来到张家界，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地旅游、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连战说，距离上次访问大陆将近半年时间，上次8天7夜的大陆之行印象非常深刻。遗憾的是，时间有限，看到的地方太少，一直希望能够再有机会多走几个地方看。那湖南。不用讲，这是避免不得一定要来的地方，所以今天我成全了自己的同志们。连战说，这是他们夫人第一次来到湖南，心里感到非常兴奋和新奇。湖南自由，人文荟萃，人口还辈出。现在湖南在工商、企业和现代通信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发展，更是让人钦佩。身在台湾的湖南同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也都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我也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也都是湖南人。我们在一起啊，常常开玩笑，我都学他们那个湖南话的乡音呢。连战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参观访问，进一步促进两地之间的关系和往来。中台办副主任王富清、湖南省委副书记谢长生、省委常委、秘书长于来山等会见。
会谈结束后，周国华与连战互赠礼品。湖南的礼品是香绣，连战回赠的是琉璃饼、太和饼粒，以及由连战祖父连横撰写的《台湾通史》，还有连战与夫人各自撰写的书籍。在张家界期间，连战一行还饶有兴趣地游览了黄石寨、金鞭溪、袁家界、宝东湖等景点。我们市委对刘局局长是一直以来就是一直在干一个就是健身，健身，对，当时规矩是一点都没有误让。大家想一想，我们当时怎么想的？对，劳务经济是湖南第二财政，十五期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务收入都比九五末翻了将近一倍。截止今年的一到九月，一共有903万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比去年整整增加了100万人。预计今年劳务收入可以突破500亿元大关，达到530亿元。正在熟悉键盘操作的是来自湘西自治州保定县的农民工李华军。再过3个月，他将和现在的另外20名农民工一起由培训中心推荐到江苏企业就业，月薪1000到1200元。8个月的培训只掏了不到1000块钱，其余全部由政府补贴。可以说是完全免费的性质，也是政府一样。正在老家县城接受免费培训的姚家保姆邱长青，明年春节将去北京当保姆。类似姚家保姆这样的培训课堂，全省平均每天开办在5-600个，城市支持政府。刚刚闭幕的湖南省委8届10次全会，也有不少措施体现工业、环保、农业要求。我下头那个中干那个小房子啊，对，我在抓子的。要争取打造40个印发城市。朱友志说，工业发展加快带动财政丰收，政府可以把更多的钱投向农村。在湖南8届10次当中，农村卫生院建设、食物化改造、敬老院建设、新校校建设等，这些都需要政府在其中拿出真金白银。所以预见，随着工业反哺农业方针的实施，湖南农民将在子女教育、卫生保健、基础设施方面享受更多的实惠。湖南的少数民族人口居全国第6位，长沙居民当中有16%。今天在长沙陆军中共湖南省委民族工作会议暨全省第4次民族团结工作表彰大会，探讨了如何加强民族工作，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会议明确，国际组织和国外政府的贷款、扶贫攻坚的重点都将适当向民族自治地方倾斜。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要立足资源优势，突出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同时，省委省政府还将拨专款加大对湖南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今年和明年，湖南还将启动全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同时，湖南省政府将全力推广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贫困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切实把握。拉萨阴转多云，5到16度。成都阴转多云，12到18度。重庆小雨转阴，14到18度。贵阳小雨转阴，9到13度。昆明小雨8到13度。太原晴，5到20度。石家庄晴，10到21度。济南晴，9。那去爬过去。嗨，小娃胎呢？
独唱表演，之后请八十行参赛小朋友准备。来，同妈咪打个招呼先啦。Hello。小老鼠站正台，头有事下不来。哎呀，好得戚啊，大家。好，接下来请出的是80号小朋友江海燕，他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歌曲，请81号小朋友做准备。羞羞啊！大家好，我叫江海燕，我今年5岁，我为。好了，吃完了。